蓝色的象棋。几经波折，3月1日，新北儿童卡正式上路。新北市长朱立伦化身朱老师，跟小朋友们一起体验半价优惠。小朋友好厉害啊！好看不止新北市各博物馆免费，儿童卡开跑之后，原先北捷普通卡的8折再折半，等于打4折。此外，全台捷运优惠部分，高捷享4.25折优惠。桃捷系统因转换问题，估计6月上路。还有搭公车、火车也都享半价。跟台北市比起来，就总算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措施吧。好的措施啊！就是大家就是会支持。政绩挑在选战前施行，外界也认为颇有替已经请辞副市长投入新北市长选战的侯友宜铺路。前两天侯副市长就提出一个书面的辞呈，也表达他参选的决心。那我也为他高兴，也为他加油。我相信他将来是一位很好的市长。侯友宜请辞凭选战遗缺的副市长一职，将由财政局长吕蔚清接任，预计下个礼拜二市政会议交接。国民党新北市长选战，州侯之争已然成型，而朱立伦挺谁，从他胜战侯友宜之意已经溢于言表。欢迎收看严俊强、蔡继林新北报道。